若是会风两时雨，坎坎坷坷世间路，感情会落手小牵，同心同命同脚步，缘分会落咱小等，人生会落到帮助，时间是无过去无地图，把青春走家己的路，不惊天顶云外乌，不惊自我人生的艰苦，只要有你的鼓励，同甘同苦小照顾，一生最爱你一人，一心献乎你一人，只要心情你了解，愿意好天也风台，人生三分天注定，七分只要用心来打拼，创造成功好名声，牵你的手过着好将来。什么偷钱呢、啊？我在找笔记账呢。哎，你已经当场给我抓到啊！你还想要怎样？赖皮呀、啊！哎，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？你才在诬赖我呢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是来买东西的呀。买东西哦，啊，给钱呢、啊？钱？啊，我每次都是叫阿哈先给我记账，一两个月才算一次钱的。哎，啊，这一间干妈店哈，现在哦才是老板娘呢。啊，你以后如果买东西要记账哈，要跟我讲才算数。你跟阿霞讲哈，是无准算啦。呀呀呀！你都摆起你老板娘的架子来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买东西每次都是跟阿霞买的，我才不跟你买呢。哎，你这死老狗啊，那拢讲不会存钱哈。啊，我跟你讲，那个阿霞哦，已经搬出去了啦。啊，这间干妈店哦，他已经没有潜力管了。啊，你有没有听懂啊？阿姨，我不搬去路下段，只是为了做那件较方便。你是安怎讲？伊袂当管干妈店。清河啊，阿姨的意思是讲吼，恁阿母吼去对面做内场啊，啊就较无闲，倒来管咱干妈店的生意啦。啊，你讲对无？哎，清河，你妈真的搬到旅社去了？我妈妈跟我说，她去旅社做内场比较方便呐、啊。这什么话呢？啊，就算家里住不下去，啊，要搬也是小老婆搬，那是大老婆搬走的道理啊。这是阮的家来事啦，无需要你这外人插啦。我偏要管，哎，你这是喧宾夺主啊！我管定了啊！哎，你这死老头啊！哎、你先冲一下，我不要管不可了。好诶，好诶，开价就甲别人三咩？有嘛好言甲落灾诶喏？啊，好啊，好啊啦！阮囝咧哭啊，无闲工搁甲你吵啦。清河啊，店啊你顾一下吼，会记诶哦。等一下迄小毛吼，爱记啊清楚，知无？清秀啊，迄个阿姨吼，入一罐半烧冷诶滚水。好，乖，进去。你穿成那个样子。哎，嘉纯，你妈刚才说什么呀？我妈说大家都是邻居，不要吵了啦。你看她这个样子，我能不跟她吵吗？你讲啊，给这个阿姨啊，讲霸气参用，嘿妹，阿妹安尼想，这什么的吼？无啦，给骗你们开事情啊，无方便讲，算了。啊，我妈跟你同一国的啦，这就对了，这公道啊，自在人心。清河呀、啊，我拿杯酒，拿个花生罐头，哎，给我记了账上啊。好嘞，好嘞，没事情嘞，专一专一。啊、哦，再见。哎，好，小刚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嘿嘿嘿。我去上。哎哎，乖乖乖乖乖，秦诺啊。来来来来，我问你，啊，你妈妈人伫倒？我阿母伫陆小伯阿婆路边啊。哦。辛苦哦。哎，贤哥，格林，金阿姨。啊，我有代志想问你。哦，好啊，哈侪啦。哦。贤哥，阿姨什么代志？啊，恁是发生什么代志先？
无你哪会搬来你家遮住嘞啊？这代志啊，是安尼啦，啊，都你叫我甲你斗管理东西啊，啊，我想讲我也无做啥物工课，搁甲你领一份薪水，啊，无内奖过去我家己来做，安尼咱嘛会使较省嘞，所以我怎搬过来住啦？这敢是理由？你敢袂用你甲我讲老实话？好啦，我老实跟你讲，我和阿狗已经正式离婚了。因为已经要过年了，一来现在找头路找厝拢无好找，二来我也无想要让囡仔知影这个代志，较免这个年过了无欢喜，所以我才找一个理由搬过来这住。哦，莫怪哦，莫怪现在囡仔就无开条艰苦啊。我伫想吼，伊心内一定是足艰苦的。我嘛感觉对阮大官真不好，伊遐疼我，我煞袂当顺伊的意去接受梦想。受较苦一点啦，艰苦总是会过的嘛。我会相信艰苦先的吼，会当体谅你。你以后有啥物打算咧哈？我是打算讲等年一个月，我着先来租厝，啊再带清河甲清秀啊做伙搬出来住。金阿姨。啊！你一个查某人，带两个囡仔伫外面，是要安怎生活啦？天无绝人之路，日子总是有办法通我过。对啦，成哥，以后我若无住在家，就无方便去替你管理旅社甲扶老金啊。所以我会伫搬走之前，把遐小务拢整理好清楚，交予你。啊，你着先想看卖，看拍算要叫谁来接手。你欢喜就好，我看我另外甲你安排工作，予你的人生会当重新开始。我也甲你保证，恁母子三个人厝后的生活绝对袂有问题啊！成哥，真乃好意思。切有啥物不好意思咧？我之前都讲过啊，你若要送你，你就客气，一直甲我提钱，你就讲啥物要管理就好。即卖连管理你都无法度替我管理啊，当然我爱另外甲你安排一个出路啊。多谢你啊，成哥。别客气啦，厝后若有啥物困难，做你来找我，我一定替你解决的。对啦，你讲你要搬出去，江河先生敢有同意？你家己的大孙带出去外口住？这是阿狗同意和我离婚的条件。哦。清河，清秀啊，啊恁两个咧顾店啊？阿姨去买菜，伊叫阮顾弟弟，啊，佮顾店。吼，安尼真乖啊。清河啊，啊你是安怎？哪会拢唔讲话？阿姐，你甲我讲，阮阿母是毋是要离婚啊？清河，啊你是咧胡白讲啥？恁阿母哪有可能无要离婚？阮阿母若毋是要离婚，是安怎？伊去旅社做内奖，店的代志拢无要管，嘛无爱当来煮饭互阮食。这阿公有啦，阮阿爸透早就出去啊，到即马拢袂转来。阿公嘛伫边个青茶馆内底，拢无爱出来讲告，这到底是安怎？是毋是传染因搁冤家啊？继续啊，来。上好，大人有大人烦恼的代志，啊，恁囡仔人莫想遐尼济啦。我想哦，过一阵嘛就好啊。你放心啦，恁阿公、恁阿爸，还有恁阿母，拢是恁上亲的人啊，伊一定会足疼恁、足爱恁的。嗯。阿爸。哎。你比我甲阮后生查某囝较亲了啊！无啦，我来遮买物件啦。小华，甲我挂一罐啤酒。哥哥哥啊！弟弟有乖无？嗯。阿娘伊咧？阿姨去买菜，伊叫阮顾弟弟，还顾顾娘。安尼哦，嘿，乖乖乖。小气阿爸，我买你上爱食车轮饼，互你来，你甲哥哥抢一包。多谢阿爸。一包我替你来讲食，好。阿爸。嗯。这个时间阿姊嘛差不多要回来啊，我想要留来等伊一下，甲伊讲一下话咧。
啊，你先回去，好不？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阿爸先回来啦，人想我呢。系啦。回来吃饭啊。哦哦哦哦哦！和尚，哎，乖乖乖！阿母，我咧食青面饼，你要吃无？阿母，今晚咧无闲啊？小玲啊，行，你来坐坐。好啊。阿兰真是跟阿狗正式离婚啊！那安尼，以后唔会用个跟姐夫公开交往，根本就免阁顾虑啥物啊！那安尼，我是要安怎？志祥，阿姨，你回来啊！下岗工厂的代志处理得安怎？足辛苦的吼。袂啦，对啦。啊！你甲你朋友投资的迄个生意做了安怎？有损失无？代志无像我当初想的遐尼简单啊！好啦，不要紧啦，就算讲哦，学一个经验嘛好。以后你就知影哦，要投资做生意哦，袂用个靠阮，各种的风险甲变数，拢爱事先三番五后调查好清楚。这我知影。我本来嘛有十成的把握啊，好啦，我要出来先。嗯，啊，人才临门，就要搁出去。心情无好，想要出来行行的，顺便想看卖，看有法度通挽回无。领导讲要等休一下，下班开工一下才要回来啦。对啦，年到啊，咱车的新路敢有人讲年过无爱做的？师傅，啊你哪会常常安尼问？啊，煞毋知影阿霞讲年过吼要搬出去外口住啦。讲无啊，都替咱顾旅社甲辅导间啊，我伫咧想讲咱事业做遐尼大滴啊，看倒一部分欠骹手吼，找一个较辛苦的工作，通好做啦。几乎，啊是谁讲离婚就袂用继续做原来的工课？你哪会知影伊离婚？是谁甲你讲的啦？啊？无啦，是我约的啦。啊，伊若毋是甲阿狗离婚，无哪会想要搬出去外口住？这是人的家内事啊，人无想要让人知影啦。哎，对哦，你毋通出去外口有别乱讲的啊。几乎，啊，既然别人的家内事无想要让人知影，我看你嘛是闪较远嘞，莫让人讲闲话。咩、欸？啊，你哪会讲安尼啦？阿霞甲阿狗即摆当咧闹离婚，啊，你着表现甲对人遮尔关心啦。伊一个讲无要甲咱顾旅社甲辅导金，你着随便替人安排工课，佮讲要停人到底。啊，你毋惊别人批评讲你是趁这个机会要去新人的骨灰底？什么新人的骨灰底？我甲阿豪讲话，你哪会知影？是啥物人学话？是我亲耳听到的啦。安尼我知啦。你叫我去找阿豪，你对着后壁去偷听我甲伊讲的对无？他差不多的啦。这哪予人知影，会予人笑死啦。你着毋惊人笑啊？我是咧惊啥？我只条先做代志，公平正大啦，惊人笑啥？就算讲我对阿豪有意思啦，安怎？敢袂用你信？当然袂用的，你若痟想阿霞我咧，你是把我放伫倒位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讲，自从阮阿姊过身了后，我就一直代替伊照顾你，还佫有世聪、玉玲，
啊，你若真是对阿霞有意思，你是要甲我？你是要叫我？你是要叫我安怎对阮阿姊交代？莫想遐尼济啦，就算讲恁阿姊袂谅解我，伊会来找我，袂找你啊。这件代志我来处理就好，你莫惨啦，好无？姐夫，我的心意，敢讲你一点也拢袂了解？回来了！哎呦，你没看雨下这么大，还卖什么烧饼啊？哎，明天是礼拜天，不要忘了跟老罗算烧饼的钱啊！哎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我进去换件衣服啊。嗯。你妈。哎，少主，哎，吃饭了没有？待会儿一块吃吧。你妈，我去一如上班的工厂找她。他同事说他早就离职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一如，他不是改上大夜班吗？他同事大概不知道吧？他们工厂根本没有大夜班。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一如，他会不会到别的工厂去了？你妈，你不是说，一如为了工作方便，借住在他同事家？他同事住哪里？你跟我说，我去找他。我也不太清楚啊。你不清楚，姨妈，你连一如住哪里都不知道啊？他没跟我说嘛。他没跟你说，那你也要问啊。万一一如要是发生什么意外，那该怎么办？一如他不是小孩子，他会照顾自己，不会有事的了。姨妈，你怎么这样？你一点都不关心一如的安危。好嘛好嘛，那等他回来。我再仔细问清楚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先走。哎，翠华，你是真的不知道一如住在哪儿，还是故意不告诉少主的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，我怎么告诉他？什么？你真的不知道咱们女儿住在哪儿？哎，我每天在外头卖烧饼，我不知道一如住哪儿，那还情有可原呢。咱们家这大大小小的事务都是你管的，你不知道一如住哪儿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？我知道又怎么样呢？我又救不了他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他出了什么事要人家救啊？不是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欠阿搞那么多的钱，光靠我做手工，你出去卖烧饼，根本还不了这么多债啊。剩下的钱都要靠一如他去张罗，他现在一定在外头东挪西借打工赚钱，我又帮不了他什么忙。你又知道他是在忙着赚钱了。哎，翠华，你说一如他会不会一走了之，不管我们欠阿搞的那笔债了？明州，一如是怎么为这个家付出的？你怎么会怀疑自己的女儿呢？我为什么不能怀疑他？哎，他要是诚心赚钱给我们还债的话，他干嘛好端端的把工厂的工作给辞掉？这一个女孩子家，除了在工厂打工赚钱，还能干什么？除了去上班。你不许胡说！哎呀，我只是猜嘛，你干嘛那么大声你？怎么可以随便猜？蔡一如到酒家去上班，你怎么当人家父亲的？哎，我什么时候说他去酒家上班了？翠华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你快告诉我！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干什么你？你烧我房子！
仔拢无食饭。我食饭了。你无食饭，身体要哪会空的？我讲过，要走，你随时拢会用走，免留一些日头你家己，嘛是咧折磨我。李辉，是你真心要让我走，那我绝对袂离开。我真心要让你走，你走。你即马放我走，嘛一定爱一点仔拢无勉强，袂后悔。我一点仔拢无勉强，你走你走，我不要紧。是去替恁阿姨甲碗碟摆好好势，哈？哦。吃袂落啦，恁吃就好。啊，袂晓加减嘛，着吃淡薄啊。啊，无啉个烧汤嘛好啊。好啦，好啦。好，来来，顶落顶落来。多少来，再见啦。个人小弟少，无啦，你一点也不吃饭啦。阿母讲你吃饱。啊，阿亮，我给他，来吃来吃，好，来来来，接来吃，接来吃。多少？
八姐，别接流了，我接回路了。哎，佳佳佳，来来来。做个这尼啊粗糙啦，啊桌上吼连片都不爱片嘞。桌上心情不好啦，你计较这是创啥？啊，伊心情歹，我心情就好哦。早知伊不爱食吼，我就免做个这尼啊济啊，食不完阁歹处理呢。伊实在有够歹哄胎啦，新妇实在有够歹做的。当初是你家己主动要接这个客的呢，啊，即摆是咧怨叹啥啦？哎呦，人伫咧厝的无闲几工啊，啊讲两句话你听煞袂用的哦。阿霞嫁我十外冬啦，从来毋捌踮枕头边安尼细细念。过年啊，大家拢大包细包呢，哇！红金，啊，你敢有拍算要等过年啊？啊，你来向我问者。无啦，啊，我着想着凊彩问的。有啦，有咧考虑啦。啊，你咧，你敢有要等的？需要我甲你买票无？即摆车头是人过人哦。哦。啊，有一个，你敢有听讲要等去啊？啊，你有搁提议要创啥啦？我是伫咧想讲吼。我若是等于下港过年，会去拄到伊啊！啊，伊若是这样话，我根本就无破病吼，伊一定就我过年过，甲伊做伙等来台北的啦。那恁较早做，唔着拢白了工啊！我毋是早就甲你讲过啊，叫你直接甲幼稚啊坦白讲吼，互伊死心，啊你都唔听啦，三心两意，要放来放落手，卖电的惊死，放的惊飞的。我看我也是卖回去好啊，较免等下港去拄到伊哦，加看加小心。安尼想就对啊啦，啊，反正吼，你来台北无偌久啊，那就应该转去过年啦。迄车钱省起来，明年三月妈祖生吼，咱搁做阵转去吼。只有我若无要转去过年，那呢，我是毋是白白转来，留在台北陪做阵过年？来啊！来啊！来啊！
啦，新两位家婚先来熬嫁啦。对啊吼，我真真尴尬嘞。对啊，拢无看报的呢。真的啊，我华姐哦，恁会当组队出去转嫁。哎，是啊，是。洪老师先俩，啊，你敢那做咧本来嘛是办法，咪收我落来，啊，你操兵连木嘞，有大只啊卡步嘞，对不对？不对吼，来来来来，行行者，站者卡步者，来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来来。预备起。哎呦，恁阿咧乱吵吵，是要安怎处理外口转嫁啦？就是这样，啊，阮阿也要分，也要占家埔，阮也顾会去啊。对啊，啊，都会顾咧脚，都袂顾咧手啊，算唔乱？啊，你当作分真诶，这尔简单谈哦？花啊，啊，你今仔个要出外队哦？那无啦，算唔到明仔，拢阮家去前后分啊啦。计较讲分真诶，互赚较侪钱啦。我毋则互因试看卖，啊，结果呢，就是安尼啦。啊！你有得画口令，你无画口令，伊个脚步哪会坐啦？这我嘛知，问题是正式出国队，我是要哪画口令啦？哦，安尼嘛对吼。啊，简单啦，啊叫大家吼听迄鼓声，若听到鼓声的时阵哦，就打跺脚，安尼唔得坐啊？啊对吼。哎，我来试看卖吼。好好好。哎，老爷，你过小一下。哎，来来来。清华、清秀、加糖咖啡啊！啊，等下吼，我来拍鼓吼。啊，恁就出道卡哈！哎，恁后边排好，小队一下哈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准备好，啊，开始啊！好。万良啊，你哪会知影讲拍鼓来训练恁打卡步啊？无啦，我著去到学校小李水讲的时吼，我靠学校的老师著安尼教小朋友的啊。安尼你就会晓啊？老师说呢，哎，安尼我嘛算出师啊，用做一个队啊啦吼。好啊好啊，这套家去吼，阮免为你讲，熟熟较袂难啦。哦，安尼这经费哦，咱才做会出，好不？那咧，咱的最后吼，就拜托阿姊替阮做一下啦。阿婆，麻烦你买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那咧，当时来买布啊。布哈，麻烦你甲我买，好不？嗯，好啊。哎，啊，恁某敢会晓穿衫？伊哦，伊加减会啦。啊，较麻烦伊甲我倒车，好不？好啊，好啊。啊，无先甲我倒搬迄台尖车啦，搬来辅路间遐，诶，遐较宽啦。好啊，好啊，没问题，我来倒三卡。现在要做啥？我要搬一台尖车啦。搬尖车？尖车是吃的物件呢。那我的计装啦。好啦好啦，你的计装吼搬搬走嘛好啦，较袂点只死猪定点啦。文雄啊，啊明明一句话好听嘛一句，歹听嘛一句，什么死猪定点？道上啊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迄尖车我也袂晓车，啊放点只吼。定位啦！你哦，讲话无紧嘴啦，无挂无嘴啦。
玉如，你要过年啊，你是不是要回去围炉？你敢无要我回去？当然嘛，袂啊！过年每一个人拢应该回去围炉啦。啊，不过过年了，你敢要回来？你若无回来，也无要紧啦。昨暝已经有够我发念一世人。不过，我会一直伫遮等甲你回来。门铃唔那写好未？今晚店门对啊，我煞未记啦，歹势歹势，我等你个写。我翻头家来替。好啦好啦。诶，安尼多阿一斤啦，哈。阿朋友，买一块红菜。好，小等下店面来哈。好，多谢。有欠你什么，再过来哦，哈。多谢哦。来，你买点什么？一块红菜。好。诶，你看这块安怎？嗯，这块袂歹。红菜一袋20块，好，多谢啊，下面再过来哦。对不起啊。表哥哦，这久无看要出去啊。我在等我表妹啦。哦，等表妹啊？啊，对，来来，紧个包包里面啊。那表妹唔得去找表弟未咧？表弟，我没有其他表弟啊。啊，你无其他表弟哦？啊，就干那你一个表哥呀。阿高啊。我哪会听到你在叫人表哥啊？易如的表哥啦，我是纯粹纯粹的啦。易如的表哥，足缘投的呢。哎，人是大学生了，哎，听讲要出国留学呢，吼。易如的表哥足牛哦。哪里哪里，你也认识我表妹易如啊？哎呦，我当然嘛熟悉。哎，啊，他有来我的介绍所找工作呢。伊今仔日哦会出头天哦，拢是我甲弟伊的哦。那你帮我表妹介绍什么工作？为什么她天天都不回家呢？啊，就是去用包起。哎，你是讲哦，包你表妹有好工作啦，不用担心啦。可是，到底是什么工作？为什么她天天不回家？哦，亲像迄假船人啊，有没有？像那个船员啊，迄一上船哦，弄好几个月才回来啊。他上船上船，你嘛讲好清楚，不然表哥会误会呢。三八啊，不然早起那里行船是无？哦，对啦对啦对啦。哎、欸，还有像那个游览车的小姐啊，好、哦、啊，有时候遇到要去环岛，有没有？也是一个礼拜才回来啊。哎呦，啊我介绍什么？介绍那么多人啊？什么？我都忘记了啦，想不起来了，想不起来了啦。真的啊，谢谢啊。啊！你拄只，你来甲我动歪吼，因表哥知影。成熟属性啦，公公遐是要创啥？头几年嘛，头几年嘛，你弟甲我亲唔着啊！我是要红内米10斤，菜内米5斤，啊！你甲我亲颠倒饼。啊？安尼哦，啊！你著甲参参落去，安毋是同款？迄无同哦，你安尼出起哦，袂 Q 无好食，啊！你搁定亲落我，就无唔对啊。哦，好啦好啦。公公先咧。哦你过来啊！哟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今年过来帮你，这招我袂晓，红菇我过。好啦，好啦，你后日拜啦，哦。多谢，多谢。多少？阿哥，有八九的呢。还你哦，阿丁，来来，出来多少干来？来，坐好来，坐好。啊，来，谢礼，谢礼。阿高，剃头店的阿牛叫我200块啦，要先写的遐个数，你小宝对看卖看对唔对？冇看。文雄啊，啊，
要过年啊，你甲小婆仔摕起看嘛，一挂小小的去收收顿啊。啊，你若唔知，甲问阿狗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哎、欸，阿哈，这牛还佫不足五十几块哦，我来甲收收顿啊。啊，厝边隔壁我先煞收啊。梅香啊，有看无？做生意甲恁姊也小学咧啦。人讲人无笑面免开店，人阿哈做生意安尼笑头笑面真好招呼人客。袂晓的所在小甲学咧，啊？我知啦。啊，唔通啊一个米都称唔对去啊！啊，要互笑死是毋？好啦好啦，我会改进啦。哎、欸，再收收再对。哟，敢毋是表妹？安怎？对表弟啊倒转来，比较表哥为老是毋？嗯？哎、欸，我甲你讲正经的啦，表哥拄只只咧等着，等甲心光火都过来探听哦、喔。讲你到底是食什么头路？像咱遮久拢无看的人，嗯，哎，放心，我是啥物都无讲，搁替你骗你讲你即摆做游览车小姐，一礼拜才倒来一遍，安怎？安我对你有好无？哎，你这些女人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这么多？哎，哎，你小心一点。这不是我跟翠华写给阿高的借据和悔过书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难道说易如已经把欠阿高的钱都给还清了？哎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哎哎，翠华，干嘛？哦，我说我们过年要不要出去走一走？好啊，你说到哪走走？随便嘛，到什么花莲呐、啊，还是上什么南部阿里山日月潭都可以啊。哎呀，到阳明山走走就好了，游览要花好多钱的。哎，每年都去阳明山，那中山楼邮票上面都有，你还没看够啊？你不要忘了，我们还欠阿高好多的钱。哎呀，还都不够还了，哪有闲钱去游览？省一点是一点。省省省，什么都得省，那年过得还有什么意思？哎，怎么办呢？看来翠华好像还不知道这件事。这易如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来还这笔债呢？这丫头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哎呦，你小心一点嘛！哎，少主这些书还要不要？他要是不要的话，我就卖给收破烂的老孔了。哎哎哎，这你不要乱动啊！少主这些书都很贵的。贵？贵有什么用啊？等他毕业都成废纸了，我告诉你。说到这个，他这大学四年不知道花了我多少冤枉钱。你说话可要凭良心呐、啊！少主什么时候花过你的钱啊？要不是当年我姐夫交给我的那些金条被你给败光了，不要说之前上大学了，他现在要去留学都不愁这笔旅费了。哎呀，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，你还提他干嘛？我不提可以啊，你以后也不要在少主面前卖什么人情了，他根本就不欠我们的。反倒是我们欠他的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其实我老这么念他，还不就是为了激励他吗？要不然他能把书念这么好，还能想到去留学？好了好了，除夕夜总不能让少主一个人在外头过吧？你去请他回来吃年夜饭好吗？要请你去请，难不成还让我找班人大轿把他给抬回来？哼！大哥，易如。你总算回来了，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我找你找得急死了。你说你搬到哪个同事家去住，连你妈都不晓得你住在哪里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易如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这少主说你早就把工厂的工作给辞掉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工厂早就没做啦，我现在跟我同事去跑游览车了。当游览车小姐，你怎么没有事先跟我们说呢？我怕你们会反对嘛，每次跑游览车出去一趟，少则两三天，多要一个礼拜才能回来，而且回来的时间也不一定。我怕你们会担心，所以就搬到我同事家，跟他一起上下班。你工厂待得好好的，干嘛突然跑去当游览车小姐呢？少佐，易如他换个工作，大概想多赚点钱嘛。啊，对了对了，人回来了就好。哎，你也真是的，干嘛什么事都打破砂锅问到底啊？快过年了，家里在大扫除的，你们一起过来帮忙吧。啊，表哥，你看你这有什么衣服要洗的，都拿出来给我。不用了，
你坦白跟我说，你最近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我那要搞什么鬼啊？你以为我会相信？你真的去当游览车小姐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搬出去住，不让我们知道你住在哪里？你到底在忙什么？表哥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嘛，我干嘛要骗你？你也知道，我在工厂上班，能赚的薪水有限啊。我同事就告诉我，如果我去跑游览车，虽然底薪不高，可是客人给的小费通常都会比薪水还高哎。尤其我是跑旅游团的，客人给的小费啊都是很大方的哦。你看，我才跑一个月而已，就这么多小费。这些钱你放在身上用，不要让我爸妈知道哦。跑游览车真的能赚这么多钱？不然你以为那些钱我是去抢来的？对不起。变得这么冷淡，是不是你外面交了新的男朋友？好是我的情话，好是我深情的一切，表达阮对你的深情痴迷。你敢会当了解阮心底？放下因为你美丽，今生路途需要你陪对。望你用深情牵着我双双飞，有你冰山嘛会开花。星才有月，有情才会行同齐。有你的眼神，美满地满飞。用一生的梦爱你，甘愿一切来放弃。一心一永远跟随你，因为有你才有暝，有伊才会有春天。有你的一切，心才有欢喜，牵着阮的手，写字，写着咱一世的，一生花开满香槟。